这人脸瘦了，其实没瘦，我觉得我这几天还胖了。不觉得我这里都开始变肉了吗？其实应该是不重了，天天在家待着就会脸浮肿，这才我的正常状态。我最近是真的胖了，今年是真的胖了。去看朋友圈啊，真是。哎，我最近真的是胖了，我现在都有一点点小肚子，我感觉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觉得胖一点好看一点。现在我牙好黄啊，这灯光原因吗？看看我的胸都变大了，真是的。你们喜欢瘦一点的，就是特别瘦胸，还是你们稍微肉一点，然后有点胸？接受，因为
我自己下呗。新皮竟然是头皮，有点重口。
算了，飞机可以稍微加一下。但是今天不太想加重，因为我好困，早上六点就醒。
像上洗手间了。让我尽量，真的很早就。